觉得很多人还不是很了解 property 是怎样投资。很多人说，哎呀 property 要出钱， property 是不需要出钱的。恭喜那些已经 register and 已经买了 property tulips 的人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从这一点买了你们的梦想家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哈，我们你们看这所有的 list 哦，都是已经进来了的哈。在这边我想大大声推荐一个东西了，我觉得一个人要成功哦，是人是说要靠运气，但是呢50%也是要靠人家的运气的吗？也是要靠贵人的吗？那你靠贵人跟运气，这不是更快达成一步咯，是不是？那现在我们可以有这个免费课程，也可以去了解 invest 是怎么样，那 black card 是什么。像我在我一学我就去学的啦哦。So 以下有个 link 哦，按进去 register， 这课程是免费的， why not？ 这个课程老实说你不去学我觉得很浪费。其实 black card 是什么？ black card 就是一个里面有很多高级人物，Dusry 啊 ，Dusry 啊 ，Dun 啊，很多人在里面一起，哦，合作，一起怎么样成长，一起变得更好，不只是说赚钱之类，也是可以变得很乐观，也是很正能量。好，如果你失去方向，你绝对要进 Black Card，Black Card 可以带给你正能量，你会变成另一个高峰的人。有时候我们失去了自己，你往往忘记了自己是谁，这个就是时候，这个就是时机。